哇！哎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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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转过下一个轮胎，好，好，盖世到点，好牛啊！快加油！好，走，好，继续，快跑，快跑，你往回跑，我往回跑，我这样真的好吗？累死了，我空跑就累死了。盖世，第二组成绩为1分44秒23，好牛啊！辛苦了。果然还是盖世厉害，当然。哇！下面我们进行今天的第二个项目训练，为出水训练。此项目是模仿的火场的真实训练。操作人员为8名，前2名水枪手，水带伸长的，后面还有一名供水员。首先为大家做一遍示范。好，准备，开始操作。出水的情况之下，我们才能向前进入。障碍，哎呦，我也都崩到他们了。所以说在火场当中啊，我们的个人防护一定要到位。这个为第一次的伸长线，